你拿到奖学金通知书有什么头感想？感到社会上有这么多的好心人关心着我，我是幸运的，也是幸福的。如果我有幸能够得到这笔钱的话，我会更加努力学习，将来回报社会。这分钟你最想说的是什么？我想告诉家人这个好消息吧。这分钟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事？这两个就是一样的。你好，说天儿西。不对，问题不对。那行，就不用说这个问题了。再开下一个问题。再开，下一个问题啊。你觉得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获得奖学金通知书这件事情后会怎么说？这下可好了，你要好好学啊。高考志愿怎么填？你想好了吗 ？No。